请收看《唯心世界》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。所以咱人伫世间拄着各种业力的时啊，吼，各种业力的时啊，咱呐爱自己反省。咱会发生足济即个身心受苦、忧苦难言的各种灾难的时啊，咱一定有平安时有错误，咱一定爱反省、爱忏悔，唔通一味的去怪国家、怪法官、怪党、怪人拢袂使，只有自己反省。那最近呐，啊，一个门徒阿姨呢，就是制作款的，好帮款化的问题，好，好就变成黄嘛，商标化，黄乖两句话，干了怨叹啦，我讲你怨叹都无路用，你所有做的物件呢，你天书上你无做，所以你变黄化，这法的，你要做这物件，你爱依法，无遵守法，啊，现在乖两句话，我讲你要说，要袂说，要有咧。烦恼到安尼，唔知要安怎？好，所以咱啊，各项代志爱对自己来检讨才对。好，咱过来看第十一大愿，十一大愿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，若诸有情，哈，即刻所恼为求实果，造诸恶业，得闻我名，专念受持。我当先以上，哈，当先以上妙，以上妙因实，哈，八足之身，后以法味，毕竟安乐，而见立志啊。加上第十一个大愿，讲愿我来世啦，愿伫我来世，哈，伊得菩提时啊，伊成佛。啊，成道的时，若诸有情，若是有情的众生、有缘的众生，哈、啊，即刻所恼，为了无他食、无他啉，哈、啊，无他啉茶、无他食，要家呢要要死去啊！人要上艰苦，吼、哦，世间吼、哦，疼病猛病猛病吼，那要嘞要嘞病拢走出来，啊，你病有他食要无要紧哦，无代志哦，那个病身体痒痒。啊，若无食吼，吼，迄艰苦，迄边有讲，各位拢有经验。啊，所以咱呐，无他那为了饥渴，迄个饥渴所恼呢，啊，为求食果，做足恶业，为了要冲一顿饱，吼，腹肚枵枵到无力了，一行，有当时不得已去讲啊，偷一粒果子啊，啊是讲偷一粒馒头，啊是偷一个物件呢来食。好，来治这腹肚，这要做足恶业，煞变成做这恶业出来啊咯。好，那安尼是啊，哈，咱若无人知，啊是有人知，无人知呢，咱心知，哈，别人知，别人搁较叫知，哈，所以咱呢要偷这些物件，啊是要偷这物件，也是啊，好，这拄着无好奈何的事啊，好，所以做这恶业出来，做的贪。多窃，啊，多窃呢，在天界呢，在阴界最非常的重，在偷窃，偷的物件在阴界，这灵魂世界空界吼，灵魂世界最足重足重，所判呢，比伫社会世间呢，这个叫做法院所判较重，社会世间所判者用缓刑。要缓刑，要讲啊，这条、个、说，诶，搞破等于
在的，咱的灵魂世界、心灵的世界，咱若偷渡的时啊，这个罪正重，落地啊，家己爱怪家己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即摆一寡啊，食饱营营专门偷摕物件，认为哦，伊真牛，嘿，错误去啊。咱先就是国姓附近，啊，有一个砖头，这砖头咧，哦，砖头啊，这人咧吼，全歹习惯，拢出去外口偷摕物件，啊，等下就检讨，好检讨就提落去。我有一天咧，我咧开一间班咧讲这问题，我地理形成迄个砖头，拢会出差啦，偷摕物件。那么我一个地主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检察官刘耀明啊。检察官呢吼，伊就去调查看嘛啦，调案看，结果呢，规整呢，吼，规整调出来呢吼，阮两个无犯案尔，无前科，要全总全前科，小平啊，吼，这偷窃出来，偷窃的行为上莫，即摆一寡贪专门偷看车，车偷看看你台吧，你满足一时的欲望啊。但是你就对着无间的地界，生生世世以后，逐生逐世爱来受苦，爱来受真大的苦。以后咧，做着这个偷的物件以后咧，有诶毋着断手，啊毋着掰脚，有着残废，毋着弯诶翘骨，毋着爱青面，哈，有着爱下狗，有爱臭耳人，生生世世拢爱出世做这种人。哈，你若到时提十件，爱出世十世。你要惊啦，爱出入事，所以啊，一寡爱偷摕的人啊，少年人啊，嘿，较小心的。天理王法在咱身躯边，咱若一旦恶业做咧，你以后要讲受下洗手，哈、啊，这个恶因一定恶果，爱注意啊，哈、啊。所以讲呢，人若不得已，哈、啊，那是枵，无他食，因为咱一个身体上，咱的身体。要，咱运用这身体要来利益众生，用这布施要利益众生，要来赚钱帮助他人，为要来报恩感恩回报众生诶。好，而且有这替债当赚钱来回报众生，但是不得已战争种种疫情状况之下咧，所以为了天着一时不得罢，好，刚偷一只馒头，也是讲摕偷一个果子食偷。免出门，哈，来吃，哈，激烈不到的时啊，哈，那么做恶业啊，那么文武明专念修持啊，那么咱若知的人，过去有犯着这个业的人啊，犯着这错的人，希望各位啊，哎，咱一心，哈，专心持念南无大慈大悲药师。琉璃光如来佛，一心哈持南无大慈大悲药师琉璃光如来佛。你一心甲你念这佛的名，安尼是啊，然后忏悔，你才甲我哈，当什么时阵？因为为着不到腰。啊，是这种不义的，讲偷窃这物件的时啊，请你吼、哦，这个饶恕，吼、哦，一旦可能接接受那忏悔，咱业会消去。只要咱过去错误的，咱爱重新忏悔，向诸佛忏悔，向咱的祖先忏悔，安尼呢，咱的业呢自然会衰。那么这段呢，就是讲咱开始讲，若是有人呢，为着腰。吼、哦，苦恼无他食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为着这个求食的做恶业啊，讲偷摕物件不义，暂时天天不到饱嘞，吼、哦，咱啊得有我的名，咱啊假使有得到，啊，人家咧开始念这个，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吼、哦，佛的名号的时啊，啊，专念来受持，吼、哦，那迄个时阵啊，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，伊就。成这里一旦好自己自夸的物件，有人好一年要吃，好解决八种疑心啊，好后裔发味啊，先可以吃吧。以后呢，好再用这功各种的法，可以忏悔，可以反省，可以修行，好
已经安乐而建立者，到最后会当让心得到解脱，会当叫佮修持修行，好来建立在伊的心内底。好，即咱一个信徒，伊佮亲身讲话听。在差不多七八年前啊，我都搬了三文寺，好，伊用啊修药师这里这妙法嘞，好，那么伊有一天啊去爬山，啊爬山嘞，山高向红，从啊撸来，啊撸来袂当过，啊但海啊咯，袂当过，啊袂当过嘞，两阿公，啊两阿公嘞，一日当个撸嘞袂当过个阿妈，啊个不到个腰。好哦，一直就照经安尼嘞，一直念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或药师琉璃光如来，一直念，一直念阿婆。好、哦，这里过来念，哎妈，无啦啦，你要念啥呢？无要紧啦，人经册安尼讲吼，咱就照个念，看有人会听来无？哎，念过半点外钟嘞，后壁一个人来啊，啊官嘞嘞，官来得嘞，人啊来得官者爱食，那就简单的止腰的物件来。啊！伊那伊你伊讲你来食，伊头前放起也袂当过。吼、哦！啊你嘞？无啊，都有人叫我讲，巴肚枵，叫人赶来食。吼、哦！啊，有人要食饭啊，啊，我都身在短短的物件，短短的我赶来食，唔知想要食。吼、哦！啊，都因两个。吼、哦！啊，说一件代志了嘞，这个信徒一进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佛，会更加称赞，如果是信心百倍。好，伊甲问个老师，即间药师啊，是啊，药师都对啊。啊，这药师呢，我问到都在卡内底啊，对啊，伫内底无唔对啊，伫内底啊。药师伫咱内底啊，伫心啊，哈，卡内底啊。好，啊，伊只恍然大悟啦，哦，感谢老祖老师啊，你甲指点，无我想一直足奇怪。好，因为药师呢，应化。用心啊，化心，吼、哦，人挂物件来好食，因为伊是修持啊，欢喜信修这妙法。咱这叫第十二，看第十二大愿，好、哦，第十二大愿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啊，若诸有情，并无依惑，闻梦哈寒热，昼夜变。那若闻我名，专念受持，如其所好所好，好接得种种上妙义福，也得一切宝庄严故。哈，花万陀香，高额种基，随心所愿，皆能满足。哈，皆能满足。啊，第十二大愿啊，哈、哦！当我来世，我的来世得菩提时啊，修行正果，哈、哦，开悟的时，哈、啊，若诸有情，那是有各种有情的，哈、啊，无善个无啥好情，蚊啊得个定，哈、啊，寒热无啊清，哈、啊，热嘞蚊啊定，寒嘞无他清，哦，这是非常悲哀的代志。寒无他清，热嘞，天无啥好清，所以蚊来叮，叮到含着含胃都无当走，唔然会走倒去咯。哈，啊，昼夜变闹，日时，哈，暗时就开始变到安尼，真正苦恼就对。个个咱会用想法嘛嘞，讲我日时啦，什么无啥好清，啊又热，佮寒，暗时无啥好清。好，啊，寒热袂当紧嘞，寒蚊啊嘛要来欺负，嘛要来叮，看你要安怎？这种个注意啦，咱常常啊想起吼，咱就开始哦，脚冷手冷，吼、哦，一定诶。我当时我看咧经嘞，吓、啊，看这站嘞，我冷冷坐一个心，讲啊，现在日头遮热，我无衫好穿，啊，日头晒皮一定流拢流去。像哦，即摆遮寒啊嘞，我无衫好穿，一定寒啊皮皮出。啊！若是讲啊，我现在呢，阿妈无衫好穿，阁无网打，网遐大点，你含困都无怎困。啊，回想伫世间细汉的时代，无网好困，咱就用啊这个稻草，
啊，一斤不偌一斤稻草呢，白白呢，啊，点好多，迄粉呐，粉伫厝内底安尼粉，想我蚊仔要甲粉化出来，结果蚊仔无出来，换人做哩。吼、哦，这咱的老辈拢有经验，少年辈拢有说有电蚊香足理想诶，老辈呢都有经验，我即下呢，吼、哦，即摆55岁啊。好，即烟都拢用着啊，猛熏用个大大机细机啊，安尼熏，熏到再是困起来，头昏昏醒醒。好，即个滋味啊，所以伫过去吼，几啊千年、一万年以前啊，有史如来伫另外一个世界啊，就有讲过即个伫咱娑婆世界有即个可能。啊，若问我名，那较阵啊听到有史如来讲如来一名。专念受持，一心一意，咱在念咧受持啊，接受保持掉咧是吼，啊，如意所好所好，就看伊的愿望，会一定会讲这个如，这个叫做有情的众生的愿。比如啊，希望无梦啊，梦也未来，希望有啥好清，都啥好清。即得种种上妙衣服啦，啊，对当得到种种上妙即个衫裤啦吼，啊，也得一切宝庄严华富啦，要爱用的物件自然都有，哈、啊，花满土香啦，啊，包括有一个清芳啦吼，啊，是香菇粉啦，要用的要抹拢有，哈、啊，拢有就对啦，哈、啊，歌乐众基，咱有音乐好听。现在咱台湾人的福报，可能过去吼，大家拢有修有师傅的妙法的法。那无呢？咱台湾目前无个音乐遮哩好，吼、哦，叫他听啊，穿啊，搁穿好，食啊，搁食好，吼、哦，结果穿好、食好嘞，尤其食好嘞，中风的特别济，哈，特别济。吼、哦，这嘛是好阿歹吼，咱爱家己小可尊重嘞，哈，小可尊重嘞，百病拢到位，食甲胆固醇伤悬，吼，血路未顺未通嘞，嘛有够济，啊，啊，这个高压相机啊，咱只有电视好看，收音机好听，这个足上级的这音响嘛有，哈、啊，所以咱一台湾呐。相信呢，真侪拢过去拢修这个药师法的，哈、啊，世界各国的一挂先进国家嘛拢修药师法。真呢，照那看呢，就是讲咱即摆所一切现象呢，都当时药师如来以生生世世来弘扬这妙法啦，哈、啊，所以众生呢，得到这个法益，咱即摆呢，照他穿遮好，食遮好，哈、啊，住遮好，车搁坐遐好。古早时代嘞都无面子，即摆有面子啊！啊，无较早无好车，即摆好车，所以咱爱惜福，咱爱珍惜这个福，莫一生这个福啊，开了了去，后世人都无啊！啊，是安尼惜福嘞，咱只要有遮好的姻缘来生活富足，咱呐嘛爱搁修持，咱嘛爱搁修。好，依照药师的妙法，咱出去会看讲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妙法啦，安修持。好，咱爱教咱修持，咱后生来咧，嘛会阁得到一个叫做遮好诶人生。若无苦，免惊无咱的份；若无修咧，免惊讲非洲咧，啊，腹肚大粒，目睭金壳壳，啊，脚细枝细枝啊，头大大，迄免惊无咱的份。好，因为咱一个人福报受真正，你着爱阁去别个国家、别个所在，或者别个家庭。出世艰苦的人，吼、哦，这天理就是安尼排，吼、哦，这点啊，咱呢，用注意对这药师琉璃光如来啊，这样翻啦，吼、哦，咱就了解。那么第12点呢，这十二大愿来讲，若诸有情，并无依缚，啥可是啥意思呢？叫做发发，咱一个人。一寒，吼，一衫，啊，各种的灾疫到位，咱都无得到妙法，无得到妙法。那我一个信徒弟子，伊老母，哈，因为都往生伫外口，好往生去，啊，搭个水库内底，伫水库内底，啊，往生了以后咧，这三四年来，直直面盲，我因老母寒到呢，
啊，伊就去请示一挂法师啊、道士啊，拢有。啊，就甲讲哦，你爱烧啥火灰？啊，见烧烧火啦，暗时嘛是当头当面问我一寒，烧的啥火又无得着？哎呦，啊是上手的，半路啊叫人打劫去哦。好，有人劫镖的犯，劫镖的犯，那安尼，我讲啊。你老母即摆唔是爱穿衫裤啦，衫裤当时往生时穿了你都穿啊你，哈，你咧爱念经念佛回向吼你妈妈，我你真简单，伫你妈妈你祖先面头前，你点香特别甲你祖先甲你妈妈请来，请你在这里祖先灵位上，我念八节菩提心经的功德拢回向给你，啊而且呢，我这中间所有功德拢回向给你。那么，伊就香甲点来甲祖先拜平安。哦，伊就伫早时、暗时变个用，一直念八节菩提心经念开。念到过差不多一礼拜以后呢，伊老母来，佫等下入面梦中间呢，梦中伊无讲讲，伊无衫裤穿，伊讲衫裤我有哪穿啊？好，我袂寒，你放心。哈、哦，我要对一个佛祖吼，一年岁的人吼，我要对日头遐日头落山遐去的，我有啊，你也讲的吼，而且你嘛收费花，我嘛有路会用去啊，嘛有通灵净化，我嘛使去啊，哎呦，咱这信徒地主啊，敢那才有效哈、啊，老师甲讲这敢那才有效，哦，第二天欢喜个来甲讲，老师啊，我妈妈会进行道光话贴，我讲你很好啊，你妈妈甲佛祖去啊。甲菩萨去啊，吼啊！对你年代坐入去啊，吼，有对啊，足欢喜个啊！对一个坐年代，吼，迄个耳仔足大对个，吼，头壳硬硬，面看无啥清楚，啊，伊就安尼对去，伊问我去倒个，我对西方叫做世界去啊，对西方去啊，吼，所以法医啊，啥货咱来往生去个人，面盲讲，咱就一直盲盲讲，伊无啥好穿个时啊，你就爱注意啊。你得爱念经、念心经，一定念心经，功德拢给伊。吼，这是上正的方法，唔是讲你烧三气就解决啦。烧三气无法度解决物件。吼，所以这点呢，吼，顺便一只呢，吼，甲各位提建议，吼，互各位了解，吼，各位了解。好，咱十二大愿呐，发。完以后咧，吼，发完以后咧，吼，就讲啊，万世圣利，是为毗舍尊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应正等觉行菩萨道时，所发十二微妙上愿。讲以上啊，吼，以上啊，吼，这十二愿啊，都是当时啊，哈，当时世尊啊，迄个时阵世尊。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应即种定觉，你应即个时阵啊，吼，迄个时阵啊，吼，即叫做发一大愿，哈，修行佛，哈，是即个正定正觉一大愿，即行菩萨道的时啊，伫世间做菩萨的时，哈，伫修行的时，所行菩萨道的时，所发的大愿力，哈，会当到达。佛的高于境界，诶，即叫做愿力。因为咱如来其实才是佛，如来其实才是高位，哈，菩萨、如来、佛，所以如来拄啊要接近菩萨的境界去了嘛，要发一个遮大的愿。所以咱一小小凡夫啊，咱愿力爱发遮正确，嘿，哈，所发十二微妙的上法。好，现在各位哈，咱以上咧讲这十二个大愿，希望啊各位啊有时间，咱十二大愿爱念这十二大愿，咱啊时时咱爱心存慈恩、感恩、报恩，哈，时时心存咧佛菩萨咧这样好的妙法，好咱，好咱呐，咱的人生，好，希望重新开始规划咱的人生。好，按咱行，依照原则去行。当各位愿发出来时，咱行袂起哩，上好写来个大壁，免惊人笑。人甲你笑，就是魔镜现前。你魔镜现前，你愿无一定甲药师同款，
的愿，你有你的愿，你的立场的愿，所以你了你的愿啦，你甲写掉壁顶，吼，依照安尼去做，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成就。啊，咱即个甲遮一段落啊，祝福各位。